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爱医行观》。我们有时候会脸红啊，哎，脖子粗啊。如果脸红加脖子粗啊，可能不太好。有时候脸红会害羞啊，这个还是呃这个很可爱的地方啊。呃，到底为什么我们会脸红？奇怪，这跟也没有说突然间温度的改变呢、啊？为什么脸会突然间红起来？这跟情绪的关系影响是比较大，因为我们的情绪它会去影响到神经，神经会影响到血液循环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它就可能产。 产生出那样的一个反应出来，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互动啊！脸红就表示有点心虚啊啊！别、啊、人看到你有点心虚啊啊，放你一马，这个可能性也是有啊。所以马克吐温就是说啊，呃，人类是唯一呃需要脸红的动物，哎、狗有需要脸红吗？它理直气壮啊，他、哎、它该生气的时候生气，该摇尾巴的时候就摇尾巴，不会像人明明就生气还摇尾巴，这个是哎，所以人是唯一。 会需要脸红的一个动物啊，不过基本上我们从生理的一个结构上来看的时候，我们脸上的血液循环是非常丰富的。那意思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个颜面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颈动脉、外颈动脉，它所分支啊，会到我们颜面这个地方来。那到从旁边这个地方进来以后，会到我们中央。 呃，这个鼻子这附近啊，分叉、啊、再往底上面，然后另外也有颞，我们的太阳穴旁边呢、啊、都有血管会跳动的那种感觉的时候，那也是有一条血管这样过来，所以整个颜面的血循环是非常丰富的。这个表示脸上是需要很多的能量来去供应，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表情很重要，我们这个表情啊，呃，脸上肌肉这么多，那就是表示表情啊。 对我们的一个影响非常大，所以他也要呃给予很多的能量，让我们来去做这个事情啊。要有互动，要有很好的一个表情的时候，人家有好的回馈的机会就会多。那什么样的表情相对比较呃比较重要的时候啊？我们也也从这个颜面的一个呃肌肉的一个比例来看的时候，数目来看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些端倪啊。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嘴巴嘴角上扬的肌肉，这是嘴角。 哎，往底下有点生气啦，有一点点那样的一个呃，这个威严产生出来的肌肉，好，哪一边的肌肉数量比较多？嘴角上扬十块肌肉，嘴角往下六块肌肉，所以告诉我们说什么？有十块肌肉就表示它展现的力道会强，我们就要多做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相对。 啊，只要六块，那个就是一点点就可以做的事情。那表示啊，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一个精神，比较要花多一点精神去让多一点的肌肉去发挥那样的功能，让我们的嘴角可以上扬。这个是啊、呃，这个有时候也要提醒自己啊，多一点点那份的表情的展现的时候，快乐的显现的时候，亲切亲和的显现的时候，这个。 对方绝对会感受得到的，因为我们脑里面就有那个镜像神经元，他会去做一些呼应，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自然他就会去呈现出啊、呃、彼此啊还可以啊、呃，因为对方展现善意，那我们当然诶、哎、也会同样的以礼待之的时候，很多的冲突点就能够消弭于无形之中啊，所以透过网络。 透过那样的一个呃这个呃这种群呃社群网站的那个互动的时候，你看不到那个嘴角，其实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好，提到这个嘴角，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呃，嘴角肯定是上扬，因为他那个胡子啊，我们大家再把它局部呃待待会在脸上的表情让大家看一下，整个就可以知道这是很有钱的一个人呐、啊。那我们带。 这一次倒倒是想让大家聚焦在他的脸上，尤其眼睛眼睛上面。你看他嘴角这个上扬，是因为胡子，这不是嘴角上扬，是胡子上扬。哎，请大家注意一下他的眼镜，眼镜啊是这样子，这个眼镜这样子是跟我们现代的眼镜很大的差别啊。这里没有这个这个耳呃眼镜镜架挂到耳朵去啊。然后请注意到这两边，一边有这个顶着，这边没有。 所以当时的一个眼镜啊，啊，这个是呃，大概十七世纪呃早期的一个情形啊。这个是十四世纪的时候，你看他的眼镜也是这样子啊，只是挂在鼻梁上，而这个稳定性肯定是不是很好，抖两下它就掉下来，又要重新啊。所以西方人鼻子比较大，可能为了戴眼镜啊，跟这个是没相关的那样的一个状况啊。真正的有这个耳挂，我们可以挂在耳朵上面的这个眼镜啊，呃，这个时候啊。 还没出现，大家还是用这样的东西啊来挂在鼻梁上的情形，能挂在耳朵上面的，是要到十八世纪，呃，一七二几年以后，英国才开始发明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你看看历史也没有多久啊，三百多年历史，我们在这个眼镜啊，稳定性的可以戴住。那后来呃，隐形眼镜啊等等，那是更未来的一些事情啊。所以眼镜让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那眼睛当然是更重要啊！你眼睛再好，眼睛有问题，那当然，呃，再再怎么样也很难，呃，去看得很清楚啊。所以眼睛的一个呈现，在画作里面呢、啊，相对也都是非常重要。可是就有画家故意不画眼珠子啊，就是眼球好像有，可是又好像很空洞，因为他没有我们的瞳孔，没有瞳孔的时候，你好像就没有办法聚焦，好像这个人灵魂到底在哪里啊，搞不太清楚啊。但是他这个、呃、就有他。 莫迪尼亚尼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的意大利的一个画家，他用他特殊的风格来去去呈现出这个人。我们先把眼睛弄掉以后，看起来这个一一种那种人格的一个个性的特殊性，会彰显的更厉害一点。然后再加上那个比较瘦、比较拉长的一个身躯啊，就让这个人显得更加的忧郁，更加的。 好像在这个社会边缘里面存在的人物，这是他画他的一个朋友。大家都以前都认为说这是一个诗人，其实后来考证不是，他只是他一个朋友。可是他用他这样的一个画风一画之下，这个人就显得确实呃，就有一点点多愁善感，然后啊、呃，这个身形消瘦的一个状况。他画女生，他的女朋友珍妮也是这样子 脖子拉得很长，眼珠子也看不太太见，但是有没有画这个眼珠子？偶尔他还是会出现这一点点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是有眼珠子的一个情形啊。同样是他的女朋友，可是可以看得出，到底我们眼球所呈现出来的那,那样的一个深水，它对我们呃接受度，我们习惯的这样看到的那个景象。 那差别性还是非常大，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着人家，别人看到我们的眼睛，他自然有不一样的感觉，他就会感受得到那个真诚的、啊。所以很重要的面对面的沟通，这个是非常重要。好，那好好仔细看东西是非常重要。那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角。 这脚脚一看，显然就大家知道这个很有问题的一个脚。七十几岁一个女性，除了这个灰指甲、这个霉菌感染这个我们可以了解以外，大家看到这个红色的一片啊，非常恐怖啊！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这样子，那大家讲这怎么会有组合焊接、啊、在这里以下？这红的红彤彤的在这里以下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颜色上面太大的一个差异的一个状况产生出来。 你看这另外一只脚，所以两只脚都同样的一个情形,形。你看一样界界限很清楚，泾渭分明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啊？因为他觉得洗完澡、洗完脚以后啊，要把它弄得很干净很重要。那所以啊，他就用吹风机来吹，为了怕湿啊、潮湿啊，会不会感染？结果用吹风机就这样吹。 那经不起这样吹的，这个吹的结果对皮肤是一个伤害。你把它用毛巾擦干就可以啊，更何况这个病人血糖是。 过高的，所以血糖过高的时候，它的抵抗力就会变得比较差。而刚刚那样子，就有可能使得细菌有入侵的那样的一个小的伤口会产生作用，因为太干燥就容易皲裂，它发生感染的机会，通常就是在这种很微不足道的一些事情上面。所以不要爱之是以害之也，不要用我们一些自私的一些想法，觉得哦，干比较好一点，过度的干燥对皮肤的伤害不亚于啊，你直接。 造成伤口的问题啊，小伤口，但是它如果感染的结果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整个足部的一个感染、坏死性筋膜炎，甚至需要截肢的状况。而这个小小的，都是因为局部我们的一个感觉啊比较迟钝，所以血糖的一个控制非常非常重要，预才能够预防这些呃并发症的产生。感谢收看，再会。